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行者闯龙二四浪，我现在位于内蒙古赤峰市，我的家乡。从小到大第一次见过这么连贯的闪电，也是第一次见过闪电持续将近一两个小时。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去欣赏这美丽的激光闪电。千山，我经历多少风霜，才能够回到你的身边？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？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，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，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？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，牵引我回到你身边？明明是一场空，在梦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，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，悠悠我心无处寻觅。经过多少年，只有我还在窗前，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，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个等待的人，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。哇，哎呀，哇，闭嘴吧，这儿，啊，这有点太棒了，哇，谢谢。我也是第一次啊，就是张颂他第一次这样子，闪电这么连贯，哇！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，带几行清泪迎接晨昏？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，牵引我回到你身边？哇，好刺眼！有的闪电很快，有的闪电不用看，明明是一场空，在梦里浮沉，不敢问当年是假是真。流水不管年华任它去，悠悠我心无处寻觅。经过多少年，只有我还在窗前，冷冷的黑夜在我身边，没有一盏灯，没有一个等待的人，只有夜色依旧如从前，明月也依旧如从前。